第一个小节跟各位介绍的，什么叫做连体变形、连续变形体，指的就是这个物体从变形前的坐标转到变形后的坐标，是一对一且运程。如果这个物体是连续变形体 ，OK， 那这个变形所对应的位移函数 u1、u2、u+ 就必须满足这个 determinant 了 ，gradient u 的 t 加上。单位向量它必须要大于零，这两个就是矩阵相加嘛。 OK，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坐标系统，我要讲了，这个贾可宾大于零就是一个位移场函数的门槛条件。任何一种位移场它在你物体的范围里面必须要满足贾可宾大于零，它才是一个，才有可能是一个合理的位移场，否则的话它一定是错的。好，下面我们跟各位介绍这一章第二小节，应变跟应变张量。那这个部分跟各位以前材料节学的 approach 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样还是一样，我们用的坐标系统都是直角坐标，先行直角坐标，变形前变形后都一样。我在变形前有一个点，有一组，有两个点 P 跟 Q， 变形后它们变到 P sub C Q sub C。 那首先呢，我们先谈这个 P 跟 Q， 我先跟我解释它真的意思是什么。我这上面画的好像是一个物体很隔得很远的两个点，其实它是这个意思。我们真的重点是点 P，这个 P 我们先解释，这是一个 P 点，然后这个 Q 主要是定义方向，然后通过 P 啊，可以有很多的线段，无数多个小线段。我们假设这个 P 通过这个点 P， 假定我要知道是这个方向，说我这个方向有一个无限小的线段，那这个线段，这个就是点 Q。 记得这个距离是非常接近的，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因为这个各点的位移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我不是考虑，我考虑是一个非常小的线段。这个 Q 主要的目的是来帮忙定义通过 P 的一个很无限小的线段它的方向，不是像这样子好像隔得很远的两个点。所以我再强调 Q 点不是说离 P 很远的两个点， Q 离 P 非常的近，只是通过 P 有无数多个小线段，我们用 Q 来 define 它的线段。因此像下面是讲的 P 的坐标原来是 x1 x2 x3， Q 的坐标呢就是 x1 加 dx1， x2 加 dx2， x3 加 dx3， 是个非常小的一个线段。然后那这两点之间的距离平方就是我们讲的 ds， 是距离 sub x 指的是变形前，变形前的两点距离的平方就等于 dx1 平方加 dx2 平方加 dx3 的平方。那当然也可以写成 dxi 乘上 dsi， 记得 i 重复两次，所以是等于 i 等于1加 i 等于2加 i 等于3，这是变形前。所以大家不要搞混，我再强调 Q 点不是离 P 很远的一个点，是离 P 很近的一个点，它主要是 define 方向，通过 P 点的某一个方向的无限小的线段。然后变形后 PX 变到 P sub C， QX 变到 Q sub C， 然后 P 的坐标呢， P sub C 的坐标变成 C1 C2 C3， Q 的坐标呢也是一样变成 C1 加 DC1， C2 加 DC2， C3 加上 DC3。 那原来的长度，这是变形后的长度，变形后的长度就变成 DS sub C， 那它的平方也一样等于 DCI 乘上 DCI。 好，我们现在考虑一个很特别的term，你们看二分之一括号 ds sub x 的平方减
ds sub c 的平方。首先这个很明显，变形后的长度平方减变形前的长度平方。我为什么要用平方？这个理由很简单，我不用平方的话，因为那我不用平方，我这边就要开根号，开根号永远不是好处理的东西，我们这两个地方就要开根号，所以我直接用平方。可是不管怎么样，平方意思是一样，所以这个括号你们知道，这个括号的对应就是我这个线段的长度变化。如果这个括号是正，表示我这个点在这个方向的线段在这个变形之下长度是增加的，如果是负，就代表我长度是缩小的。这个括号比较好容易了解，为什么要平方？下个问题是为什么要二分之一？我为什么要除一半？这边我们先告诉各位，它原因跟我们后面应变的定义有关。如果这边除一半，最后你们就会得到如果这边先除二分之一，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先把答案告诉各位，如果这边有乘二分之一，我们最后发现我们定义出来的应变就会出现这个结果，应变刚好等于一倍的单位长度变化量，减应变呢就是等于我一个直角它产生的角度变化的一半。反过来讲，如果我这边没有除二分之一，我们最后结论就会变成 APOEE 等于两倍的，然后这边二分之一就会不见。因此后来大家还是决定把这只是一个定义，我们采用是这个定义，所以这边我们要先乘上二分之一。这是因为我已经知道答案，所以我这边就先乘进去。一开始推导的时候事实上没有这二分之一，可是呢最后发现推导出来的应变那个应变会得到这个结果。反正这两个那只是一个定义，你只要选一个，所以最后决定选择你们后来在材料力学常见的。那因此我们这边就先多了这二分之一，这边先跟各位讲一下原因，只是在跟后面的物理意义有关，有这二分之一跟没有这二分之一它的物理意义会不一样。那我们现在都把它变成有二分之一，我们考虑这个结果，二分之一的ds 系平方减 ds 万平方。那首先我们已经知道了，第一项是等于 dc sub i 乘上 dc sub i， 第二项是 dx sub i 乘上 dx sub i， 也就等于是这两个参数不一样，一个是 c 一个是 x。 那我们假设我们先用哪个 range 坐标，也有 x 为参数，那我们要把第一个这个变成 x 的函数。所以我们现在看因为 c sub i 是 xy,xy,x 属于的函数，所以 dci 这个 dc sub i 我可以写成全微分的形式，就是dci 对 xy 微分成 dxy， 加上 dci 对 x2 微分成 x2， 加上 dci 对 x 除以微分乘上 dx 除以，或者就可以写成 ci 卡j dx j， 这是用全微分。那这样子的话我就把这个 dc 变成了 dx 的函数，因此我们的本来的
变形后的长度平方。我们这边讲到 DCI 最后等于 CI 康马接 DX 接，再强调 CI 康马接就 CI 对 X 接的微分，那我的长度变形前变形后的长度 DS 的 sub c 平方，这指的是变形后的长度平方等于 DCI 乘上 DCI。 那第一个呢，我们把它变成 CI 康马接 DX 接，第二个呢，我们把它变成 CI 康马 K DSK，所以最后等于 CI 康马接乘上 C 的 sub i 康马 K DX 接 DXK。 那我们已经成功的把变形后的长度平方变成 X 的参数，变成这 X 的参数，那再把这个结果等一下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我们带进去，说明是二分之一的 CI 康马接 CI 康马接乘上 DSI DX DX 接 DXK。 那原来呢，原来我们是 DXI DXI， 所以我利用这个 Delta 对，利用 Delta，这个我跳了一步，我可以把它写成 DX 接 DS 接，因为这是当米可以换，然后呢再变成德尔塔 K 接，就是变成 DS 接 DSK。因为是德尔塔，我把这边的 K 一样，我就可以把这边的 K 用接代就变成这个等于这个。那会变成这个原因是因为我第一项，因为第二项变形前的长度平方是等于这一个，可是我原来的变形后的长度平方呢，后面是这个 term， 我要把它挑出来，所以我们利用德尔塔来给它取代一下，就得到了你们荧幕上现在看到的这个式子，荧幕上看到式子，然后我把 DS 接 DSK 挑出来，最后我们得到二分之一的变形后的长度平方减变形前的长度平方，可以写成这个 term， 二分之一的括号德尔塔，二分之一的 CI 对接的偏微分乘上 CI 对 K 的偏微分，然后最后呢减掉我们这个德尔塔接 K，然后外面就 DX 接 DS 给挑出来，接着后面不算，我们把这二分之一的括号这个我们定义成为是一个二阶的函数，我们定义成 epsilon i 阶，这就是我们说的张量。那我们那个应变，因此我们写成二分之 epsilon 的 jk 等于二分之一的 ci 康马 j乘上 CI 康马 K， 然后减掉德尔塔接 K， 这整个项我们把它定义成为，也就是我们的应变。我们在下个对不起这边得到的结果，第一个我们会知道这个 epsilon 接 K 从方面一看很明显是对称的，然后我们就会得到了这个式子。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就说这个 epsilon 我们叫应变，但是这个应变的物理意义我还不知道，我还不知道物理意义，我们还没有讲。可是这个应变这个值很明显跟什么有关？跟我长度变化有关，也就是说依照我们这样子所定义出来的 epsilon 接 k跟这个任何一点，比如说这是这一点的 epsilon jk， 它就跟这一点通过这一点的一个很无限小的线段它的长度变化量是有关的，这个已经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 epsilon jk 是等于什么，这是一个两个下标的
我们先证明这个依照这样子上面那个定义，这是 optional 的定义，依照这个定义先证明它是一个二阶张量。我们下面先证明它是一个二阶张量。那下面各位看一下，好，我们这样看，假设我们现在做了一个坐标转换，把它从 xi 轴转到 xi prime 轴，其中呢让打 i 阶跟我们第一章讲的一样，是代表新的 xi 轴跟旧的 x 阶轴之间夹角的方向余弦 cosine 值，让打 i 阶代表新的 xi 轴跟旧的 x 阶轴之间的方向余弦，也就是夹角的 cosine 值。然后我们现在看，记得坐标转换的时候，我现在是坐标转换，如果我原来的变两点的长度是这么长，坐标转换它的长度会不会变？不会变，因为我的长度是一个存量，跟坐标转换无关。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针对 x 轴的，也就是变转动前的坐标，它的长度跟转动后 x prime 轴的坐标长，那个两点 p 跟 q 之间的长度，它是一样的。这是你们先记着。那我们现在看原来的二分之一变形后的长度平方减到转动前的坐标系统的变形前的长度平方，当然等于二分之一的变形后的长度平方减掉转动后，这是 x prime 转动后的变形前长度平方，这个值跟值本来都是一样。但是如果我现在这边用的是转动后的坐标系统，转轴后的坐标系统，它就应该是等于 epsilon 的 jk prime乘上 dx 阶 prime dx k prime， 其中 x 阶 k prime 就是等于二分之一的 c 分别对 x 阶 prime 还有 x k prime 的微分。至于后面这德尔塔，你们知道德尔塔阶 k 跟德尔塔阶 k prime 一样的，它是一个等向性，所以我这个 prime 就不写了，我就不写了。所以对第二项，这个会等于这个，但是第一个呢，如果我是针对转动前的坐标系统呢，它会等于，它等于这一项，也就是 epsilon jk dx 阶 dx k。 因此这边来讲，你们各位仔细看，这边这一项是从这个来的，这一项从这边来的，但是不要忘了 dx 阶 dsk 它也是一个向量，所以是一阶张量，说它满足我们讲的坐标转换式。所以我们可以把 dx 阶变成浪打一阶 dx 一 prime， dsk 呢我们把它变成浪打的 mk dx sub m prime。OK， 把它变成 x prime， 那等号，那这个左边是 dx 一 prime 跟 dxm prime， 那等号右边呢？本来我们写的是等于 epsilon 的那个 jk dx 阶 dxk， 那我把等号右边的两个阶都换成一，两个 k 都换成 m。所以变成了 epsilon 1m 的 dx1 prime dx prime， 那这边是 dx1 prime dx prime， 这边也是，我可以挑出来，就变成了这个结果。那这个既然，那这个式子呢，不管 dx prime 等于几都一定满足，所以括号里面的也一定是等于0，我们就得到这个，
而这个式子就证明了 epsilon ij 满足张量的转换式，所以我们现在证明，依照我这样子定义出来的是一个二阶张量，我们这样子定义出来的是个二阶张量。好，那这样子定义出来的应变二阶张量，一个应变张量，我们把它叫做 Green Strain Tensor。它有九个分量，其中 epsilon 一一、epsilon 二二、epsilon 三三，我们叫做正应变；剩下的我们叫做减应变。记得，因为我们在这门课会跟各位介绍好几种张量，应变张量，这是第一种，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我们叫做应变张量，它是针对变形前的坐标微分所出来的。那我们下面要让各位看看，这个应变张量跟位移有什么关系？它现在不是跟位移，是跟变形后的坐标。但我们要看它跟位移有什么关系。我们先给各位回顾一下，我们从这个变形后的长度平方减掉变形前的长度平方，我们得到了epsilon jk dxj dxk， 我们得到了应变张量跟这个的关系。而这个 epsilon jk 呢，我们说是等于二分之一的 ci,j 乘上 ci,k 减掉德塔 jk， 那是我们刚刚说的。好，那我们希望呢回复到正常，因为这 jk 我们一般都用 ij， 我希望把这个变成 ij，所以我把这个两个 i ci 什么我们把它变成 k 了，所以变成 ck， 然后 j 跟 k 呢分别改成 i 跟 j， 所以也可以写成 ck, i 乘上 ck, j 减掉德塔 ij， 那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 epsilon ij， 那是我们等一下会要用的。那我们先看 ck, i 这一项，我们知道 c 只是一个变形后的坐标，而我们通常得到的都是位移，所以我想把这个应变张量变成是方学尔夫位移。对不起，喂，因此那我们看，就像你们现在上手看到的，因此呢我们先看ck, i 是等于什么，那 c sub k 就我们讲的它的变形后坐标等于变形前的坐标 s sub k 加上我的位移 u sub k， 然后我们分别对 xi 微分，所以 ck, i 就是等于那个位移 uk, i 再加上 x 推SK 对 XI 的微分， SK 对 XY 分等于德塔 KI， 所以 CK 卡马 I 就等于 UK 卡马 I 乘上德塔的 KI。 那我们把这个结果带到我刚刚写的这个式子，我们这边可以得到你们这边现在看到的 epsilon IJ 等于二分之一的 CK 卡马 I CK 卡马 J 减德塔 IJ，那分别带电区 ck 卡马 i 等于 uk 卡马 i 加德塔 ki， ck 卡马 j 等于 uk 卡马 j 加上德塔 kj， 然后呢减掉德塔 ij， 然后把它乘开来，第一项乘第一项得到 uk 卡马 i uk 卡马 j， 这个德塔 ki 乘上 uk 卡马 j 等于 ui 卡马 j， 这个系的抱歉，这个 UK 这第一项 UK 卡马 I 乘上德塔 IJ， 那德塔 KJ， 然后 K 也是取代掉变成 UJ 卡马 I， 最后这两个德塔相乘等于德塔 IJ 减掉德塔 IJ 就消掉，所以最后
我们得到了我的 epsilon i 阶就等于二分之一的 ui comma j 加 uj comma i 加上 uk comma i 乘上 uk comma j，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定义出来的应变张量跟位移的关系式，这个我们一般所说的叫做应变位移关系。因此从这个式子我们会知道，如果既然我们刚刚讲了这一个叫做 Green's chain， 也就等于说我们知道了位移场，假定我给你一个位移场函数，那我依照这个式子我就可以算出来这个变形后的物体它每一点的应变张量，记得是每一点，也就等于说我把 U1 U2 U3 带到这个结果以后出来可能还是 X1 X2 H 属力的函数，然后再把那个坐标值带进去才会得到这一点的应变场。理论上每一点应变场都不一样，如果一样的话就是一个常数应变场。那好，这个式子跟刚刚一样，依据直角坐标做出来的线性直角坐标，那圆柱球面坐标怎么办？我们要知道这些项到底等于什么样子的张量形式，所以这几个就可以看出来，因为这就是应变张量 ij 分量，所以我们晓得。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前面两个很简单，我们已经讲过了。U i comma j 就是等于 gradient U 的 j i components， 也或者说是 gradient U transpose 的 i j components。U j comma i 呢？就是等于 gradient U 的 ij components， 所以从这我们可以看，第一项是等于 gradient U 的 transpose， 第二项就等于 gradient U 本身，那是我们刚刚做的。因此，你们这边先看，我的头两项变成这边的头两项。有趣的是后面这个相乘的，这个相乘的时候先给各位回顾一下，你们这边看到的我们再写的清楚一点，如果有两个向量二阶张量，不是向量，有两个二阶张量，如果他们是取 dot product， 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会比荧幕的清楚一点。如果我有两个二阶张量 take 类积 dot 就等于 aij 的 eij dot b 的 lm ele sub m， 然后我把这两个都是实数摆出来变成 aij
B 的 LM， 然后中间呢就是镶进了两个 dot， 所以这是 EI， 然后是 EJ dot EL 乘上 EM， EJ dot EL 等于德尔塔 JL， 如果是德尔塔 JL 的话，我就可以把这边的 L 换成 J， 所以最后得到的是 AIJ BJM 这个东西。因此你们看，所以这个结论是两个二阶张量的 dot 就等于我们传统的两个三乘三矩阵的乘法，是等于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呢，你们现在看到的它的后面两项是 UK comma I 乘上 UK comma J， 所以像我们这个下面所说的，首先 UK comma I， UK comma I 事实上是等于 gradient U 的 IK components，UK comma I 是等于 gradient U 的 IK components， UK comma J 呢是等于 gradient U 的 JK components。 可是我们必须是要两个相邻的都是 K， 所以要把第二个呢 gradient U 的 JK 会变成 gradient U 蠢是破死的 KJ， 那就符合我们上面讲的累积定义。所以我们知道最后这两项是等于，大家看啊，是 gradient U 的 transpose 乘上 gradient U， 这个不要搞混，等于 gradient U 的 transpose， gradient 讲错了， gradient U 乘上 gradient U 的 transpose， 谁在前谁在后不要弄错，老师刚刚就弄错了，等于 gradient U 乘上 gradient U 的 transpose， 这个就是 general form。 然后我们在第一章就有举例子，我们只是举了前半段。所以如果你要找圆柱坐标或球面坐标的之间关系式，就把第一章的带到这个式子就 OK， OK 就 OK。 这个就是我们 Green Strain 跟位移之间的关系。我真的给你一个位移场，要请各位算，这边提醒一下，不管作业或是考试，你们有可能会碰到，我就给各位一个位移场，就是 U 位移函数 U1 U2 U3， 我要你们算出来它的 Green Strain 多少。那这个第一点不要弄错的是，首先先告诉各位 gradient U 等于什么，我们抄给各位好了，你们可以抄一下，省得到时候搞错。 gradient U 等于什么矩阵，是 partial U1 partial X2， 然后这边是 partial U1 X1 X2，你们记得这个是 gradient U， 不是 U1 对 X1 U1 对 X2， 是 U1 对 X1 U1 对 X2 U1 对 X3 U2 对 X1 U2 对 X2 U2 对 X3 U3 对 X1 U3， 这个是 gradient U， 跟你们习惯不一样，那把这个对调才会等于 gradient U 的 transpose。 就你们习惯写法，因为很多同学习惯好像 U1 对 X1 U2 对 U1 对 X2 U2 对 X3， 这个是 gradient U transpose， 然后再把这些结果带到上面，也就等于如果给你们一个位移场要你们算应变化，就是先算出这个值，然后把它对角线就得到这个值，然后是这个矩阵加上这个矩阵再加上这两个矩阵相乘。唯一我这边写了，我再强调这是 gradient U， 你们就要抄一下，非常多的同学在考试的时候 gradient U 会抄错，会写反，会把 gradient U 写成 gradient U transpose， 头两个相加不会有问题，但是矩阵相乘没有交换性的，谁乘谁答案是不一样的。
这个我再讲讲，我荧幕上写的是鬼顶优，千万不要弄错，鬼顶优的 I 阶分量是等于 U 阶对 XI 的微分，所以这个才是鬼顶优的一二分量，这是鬼顶优的二一分量，一直强调这个不要弄错，这就兼容了 Green Train 跟位移场的。关系四号，这个是在线性直角坐标。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好，我们已经讲了我们应变的定义，就是二分之一变形后的长度平方减变形前的长度平方等于这个 epsilon 乘上 dx dx。 OK， 这边它用的是 epsilon ij 等于 epsilon ij 乘上 dx i dx j。 好，我现在把这个式子左右两边都除上变形前的长度平方，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结果，这个就是变成变形后比上变形长度平方减掉一，然后这边呢是 epsilon ij， 然后是 dxi 除以变形前的长度平方长度乘上 dxj 除以变。那我们看这一项，这一项是等于什么？你们先不要忘了，这个是 p 点，这个 q 点，如果 i 是等于一 ，dxy 就是代表这两点在 xy 方向的距离，那 ds 是整个这个的长度，所以很明显这一项怎么又不见了，这个 PD 有一定的缺点啊，这个游标一不常动就会突然不见。说这一项也就是等于我那个 PQ 的那个线段在 XJ 那个轴上的方向余弦，因为就是等于我比如说 I 是等于1，就是等于是我的 DXY 的距离除上我的长度，也就等于 PQ 两点之间 XY 的距离除上我的长度，那不就代表 PQ 这个线段在 XI 上的方向余弦，所以我们把它 define 叫n sub i n y， 也就是说两点之间的距离，比如说 dxy 除上 ds 除上两点之间的两个点之间 x 方 xy 方向的位移除上两点之间的距离，不就等于cosine 的西达 y， 也就我们把它 define 叫 ny， 所以 n sub i 就是 pq 这个线段分别移着沿着原来的 xy s to s 属于轴的方向余弦，方向余弦。那这个式子就会变成你们下面看到的二分之一的变形后的长度平方除以变形前的长度平方减掉一等于 epsilon ij ni nj， 其中 n1 n2 n3 就等。我们先看这个式子，下面的文字你们先不要看，我直接讲给各位听，这个方程式代表什么意思。假定我现在有一个受力物体，这是我的坐标系统，我现在 UY 假定我这位移场我通通知道，那从这个位移场我就可以算出来我的 epsilon ij 也是 function of xy s2 x3，
我可以算出来这个物体上任何一点的应变常等于几。那针对某一个特定的点，假定这个 P 点，我知道 P 点的坐标了，那我 P 点的这个 epsilon 就可以算出来。我算出来这 epsilon 以后，我现在如果我想要知道通过这个 P 点在这个方向有一个微小线段，它的单位长度变化量是什么，那这个方向呢，我一定会告诉你通过 P 点这方向的三个单方向余弦。 N1 N2 就比如说我们说 N1 等于 N2 等于 N 熟力等于根号三分之一，也就等于说这个线段跟三个轴的夹角都是 R 口 cosine 的根号三分之一。那这个我也知道，那从荧幕上的式子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无限小的线段，把这个 epsilon i 接 n i n 接，记得等号右边是九个项相加，乘以二再开根号，就等于在这个位移场之下通过这个点的这个方向的无限小的线段，它是拉伸还是缩短。这就是这个式子的意思。然后呢，不管是右边左边这个项或这个项，我们 define 叫放大因子 MFA， 有时候就简称 M， 叫做放大因子。它不代表一定是大于一的，可是这个放大因子就可以算出来，如果这个放大因子是正的，就代表它那个线段是拉伸；是负的，因为你看，因为它比值还要减掉一嘛，所以是负的，就代表它是缩短。所以通过 P 点，你可以先通过 P 点算出 epsilon， 然后通过 P 点的任何方向，它只要告诉你这个方向的 n1、n2、n3， 你就可以把这个线段到底是变大还是变小，马上就可以做出来。那 epsilon i 接 n i n 接，我们就叫放大因子。所以这边我们就知道，你们这边两件事要注意。第一点 ，epsilon i 接，这样子定义出来的 epsilon i 接，可以决定物体上的任何一点、任意一个方向无限小线段的是伸长还是缩短。还有第二点，这里面就看出来，从这个式子。假设我考虑这个线段就是平行于 x 万轴，那结果是什么样子？如果这个线段平行于 x 万轴， n1 等于 1， n2 等于 n 熟力等于0，那等号左边还是一样， ds 系除上 dsh 的平方减一，等号右边只剩下 epsilon 万万。那这边你们就看到了 epsilon 万万是不是刚好等于沿着 x 方万方向的长度变化量？不是。这边看起来你们看，因为我没有做任何小变形的假设，至少你们知道我这个应变张量 epsilon 万万不会刚好等于沿着 x 万方向的长度变化，跟你们在材料学学的不一样，它不太一样。沿着 x 万方向的长度变化是等于两倍的 epsilon 万万加一开根号。所以我们在下一个小节，第三小节会告诉各位 epsilon i 接的物理意义。我们只是先告诉，因为我们现在 define 的这个应变 green strain 是一个 general 的，它适用于大变形，它跟位移的关系适用于大变形，所以它并不会跟你们材料学讲的一模一样。但是 anyway 到这边为止，我们可以只要我给你一个位移场，你们就可以算出来这个物体上的任何一个位置指点，它沿着任何一个方向它单位长度的变化量。那这就是你们下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我们给了你三个位移场，记得我符号用的不一样，小写的 x 万 2 熟力
指的是变形后的坐标，大写的 H1-2-3 指的是变形前的坐标。我给了你一个位移场，我现在问你一个点，这个点呢就是原点 origin。然后通过原点，我们就假设你们算有一个小长方体，它的三个方向刚好平行于 x1 轴、x2、h3 轴。说要问你们，沿着这三个轴方向的长度变化量，也就是要你们计算，通过原点的有三个微小、无限小的线段，第一个线段平行于 x1 轴，第二个线段平行 x2 轴，第三个线段平行 x3 轴。我要你们算出来每一个线段变形后除以变形前这个值大于1，这个线段就拉伸，小于1，这个线段就缩短。这就是今天的第二个作业。那最后我们刚刚跟各位，我们只是这次比较举例的目的是居多，我们刚刚是用变形前的坐标 x1 h2 h3 推导出来的我们应变张量。那我们也可以，因为我们刚刚做的，我们刚刚呢变形后长度平方解，我们刚刚是把这个变成 dxi 把这边也变成类似的形式来推导的。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我们保留这个变成 dci 然后把这边变成这个，也就是用变形后的坐标来推导。那下面你们看到就是这个，它的推导过程几乎是一模一样，只是因为用的坐标不一样，所以会有一点点的变化。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是用变形后的坐标的话，结果就像下面你们这边所看到的，1/2的 ds 系的平方减 ds x 的平方。我们现在我不动这个，所以这个等于 dci 我把后面的 dxi 变成了 xi 对 c 的微分，所以是 dsk 对 dc 的微分 dci 的微分乘上 xk 对 dc 的微分，化简一下，这我不再细讲了，都很类似，得到这个。然后呢我们还是要把中间这个项我们定义成为一个 tensor 叫做 a sub i j， 这也是一种应变张量，这是它的形式。这个 aij 叫做Armation tensor， 这个有时候数学力学会用到，变形中。记得这个式子跟我们前面 green strain 的差别，就在于我所微分的坐标不一样。green strain 是对变形前的坐标微分，这个式子是对变形后的坐标微分。你们看，它有一点点差别，差在哪里？除了微分的项不一样以外，它的德塔 ij 的位置也不一样。 OK， 这个叫 Armation tensor strain tensor， 跟 green strain 不一样。可是如果我们讲的变形量很小的话，这两个可以化成一样的，这是第二种。还有第三种 tensor， 我们叫 coset strain tensor，它跟 green strain tensor 差在哪里？我们前面给各位回顾一下，
我们前面推导的是这个会等于二分之一的 CK 卡马 I 乘 CK 卡马 J 减德尔塔 I 阶再乘上 DSJ DSK， 然后我们把这一段叫做 Epsilon I 阶，那就是 Green Strain Tensor 的定义。 Cos Strain Tensor 呢，他把这个等于都是常数，他去掉，他只考虑中间这一块，这就是 Cos Strain Tensor， 他只考虑中间这一块。他如果只考虑中间这一块的话，那最后我们把 Ui 阶带进去，得到的就是这一项。你们看，他跟 Green Strain Tensor 差在哪里？就差在最后这一个 Green Strain Tensor 不会有这个加上德塔 I 阶，它会有，然后 Green Strain Tensor 这边有二分之一，它没有，这是它跟 Green Strain Tensor 的差异，差的是在常数下。也有人用这个就叫 Cos Strain Tensor。 那这个你们先来看到的是针对于变形前的坐标的，针对变形后的坐标所对应的 Green Strain Tensor， 就像下面这个所写的。那这个 Cos Strain Tensor 跟 Green Strain Tensor 它主要到时候什么会有影响？为什么我们现在都用 Green Strain Tensor？ 因为理论上你们看 Green Strain Tensor， 我把这些常数项都考虑进去了，cos 还不考虑，感觉这个好像更正确，好像这个更正确。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都用 Green Strain Tensor？ 这个原因我们看下面。首先，这两种，这个是 Green， 下面是那个 Armation， 不是，下面是那个。反正这两个我们一般都叫做 finite strain tensor。 所谓 finite 指的是有限的，这边所谓的有限的指的就是大变形，也就是我没有做小变形的考量。 Green 跟 Armation 我们都叫做 finite strain tensor，也就等于说这个适用于变形量很大的位移跟应变的关系。我们在第五小节会跟各位谈到小变形，这个时候这个关系是会有点简化，可是现在，而且你们要注意到这是一个非线性的方程式，它有两个项相加，这是在大变形的时候我应变跟位移的关系。那我们现在看特殊的状况，如果现在这物体都是钢体位移，它没有变形，全是钢体位移，如果是钢体位移的话，我变形前跟变形后的长度是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等号左边零等于零，这个等号左边零等于零，如果用的是 Green Strain， 那 Green Strain 也等于零，所以钢体位移的时候，也就是没有我的 Green Strain 会等于零，但是如果是钢体位移的话，我的 Cos Strain 不会等于零，它会等于德塔 I 阶，变成一个单位向量，这是一个主要因素。所以我们不用 Cos Strain， 因为我们都觉得钢体位移应变就应该等于零，怎么还会跑出一个常数来？这是 cos strain 的缺点。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用的都是 Green strain 或是 Armation strain， 也就是上面这两个，而不会用到这边所定义的 cos strain。 我们讲的只让各位了解一下而已，也有这种应变存在。OK， 好，这结束了我们第二节应变跟应变展览。我再强调，我们现在只是从长度的变化定义出应变张量，我们还不知道
应变张量的每一个分量都真正物理意义，但是你们已经知道这个应变张量的每一个分量跟通过那个指点长度的变化量是有关的。我们只知道说，但是他们并不完全相等。我们今天 OK，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次上课跟各位介绍第三节，就是来谈到依照这样子所定义出来的应变张量每一个分量它的物理意义。